阳关无故人。大台湾、大台北地区三个人帮大姐头潘妮彤专场是中软。哎呀，一句也听不懂，你究竟是？我们当初是我跟怡彤是同学，然后跟任仲是学、嗯、他是学长。哦，你是学长。对、嗯、都是同一个学校，台南艺术大学。哎、嗯、我们就是有一天就聚在一起，然后就一直在聊、嗯、对于音乐未来的想象这样、嗯。然后就发现哎、欸、我们其实对于音乐都怀抱热忱、嗯、跟有一些理想在。那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先组团、嗯、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让我觉得很新颖，因为他们没有就是一直演就是传统的或者是直演传统这样、嗯、他们就是编了很多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可以代表我们所学的东西、嗯、那时候我就自己打电话给郭美琴，因为我刚说我可以付月费吗？这要讲很多遍，我没有付月费。我是因为我跟郭美琴是室友好几年、哦、然后我就说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那个团很棒哎、欸，我也想要跟你们一起玩、嗯、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、嗯、可是我要先问潘怡彤。对对对对，这么怕潘怡彤。先来给大家一个古典的不一样的，好，就有东北感觉的。嗯，对，现代的它就是会比较像吉他的那种技巧。吹的那种笛子就是这种笛子，所以在笛子曲子里面有一首就叫做小放牛。小放牛，对。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古筝？这要从我小时候开始讲起，因为小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学小提琴的，因为小提琴跟古筝差太多了吧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在电视上看，觉得小提琴特别帅。嗯，刚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一个唯一的音乐性社团是古筝社。哦，我想说应该差不多。哦，然后后来就是学。哦，但是学到可能到国中的时候，才发现小提琴跟古筝是差很多的。三个人乐团本周五换我们在疫情放轻松做直播音乐会喽。